警方开车跟监，眼见时机成熟，立刻冲下车。下车！下车！货车上载了一大堆垃圾，但其实垃圾下面藏了满满的走私毒品，摆到桌上都放不下。光是安非他命和 K 他命重达1.4公吨，市值破2.4亿。如此庞大的毒品，到底怎么运来台湾？靠的就是这艘货船飞燕号。叶姓男子策划运毒案，从越南把毒品运到高雄港，警方布线半年，不管是海上分工还是陆地运毒都一网打尽，涉案8人都遭羁押禁见。外观则以垃圾当作菜底来进行掩护，实则上里面是大量的毒品。警方在山区埋伏攻坚，抓到制毒集团的行动制毒车，也是史上第一台。这个就是一个移动型的制毒工厂。那目前现在放的呢，都是制毒的成品。毒品原料就藏在小货车上，爬爬灶，开到无人山区或是墓地掩护制毒，也增加警方追缉难度。警方拿工具钻洞破坏，因为画框里夹藏海洛因，市值也破千万。所幸航警局及时查获，海陆空全面弃毒，一个月内逮到4100名的嫌犯，破获38间毒工厂，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。三立新闻道理陈林君台北曾报道。